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邪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了吗？上。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。唐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，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十个八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。这儿居然是这种邪术。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？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我不太懂。小心。师兄，击中了。师兄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雪月城的必修课程，你且听好了。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，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，所以在孤虚之中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？击中了。